北港镇的复方公布的纳骨堂接近客满，也好真侪镇民拢爱另外去外地纳骨塔来安置先人，真无方便。为着要满足镇民的需要，北港镇公所争取经费，除了伫复方公布的纳骨堂来增加600个塔位，另外公所也将伫树下底来兴建大型的纳骨堂。目前公所积极办理望地迁葬的作业，希望讲会当量早推动树下底纳骨堂的兴建案。为了提升殡葬服务，最近北港镇公所争取经费，增设复方公墓的纳骨堂塔位。北港镇长张胜智特别前往公墓来关心施工的进度。因为复方纳骨塔咧，即卖已经塔位吼，已经拢无啊，吼啊，足侪咱的乡亲就是拢移位外乡定居吼，啊，所以讲经过咱代表会全力支持吼，公所啊，已经伫迄款叫做今年咧，啊，咱也已经特别甲做者完成。北港镇长表示，新建的塔位风水地理真好，拄啊好位伫地藏王菩萨的后面。闽东西向，为着方便镇民安置先人，真紧队来完成。就是伫咱地藏王后壁面遮，佮增设680位的迄款叫做骨灰龟，吼、哦、骨灰龟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预定差不多伫即新年过年吼、哦，差不多一月中的时候吼、哦，啊，就会当予咱的乡、咱的先人吼、哦，咱在地咱乡亲的先人，老师要进塔，啊，就会当过来遮用。除了伫复方公墓的纳骨堂增建塔位以外，为着要提供更加好的先人立骨的环境，北港镇公所努力来争取经费，推动新的大型立骨堂的兴建案。啊，当然，遮的地理环境吼，因为交通是较无方便，所以讲诶，即卖咱北港镇公所啊，伫咱代表会的支持咧，咱已经伫树卡里、火烧场遐啊规划，要来起一个迄款叫做纳骨塔，用地差不多有2.5公顷。即卖咱公所已经伫咧设计表。伫咧迄款叫作业当中吼，为着要早日动工兴建树卡里新的大型立骨堂，北港镇长何耀民将积极来配合迁厂的作业。老先人吼啊，放伫咱的迄款叫做树卡火烧场啊，咱伫今年公告呢，到明年4月初杂志吼啊，拜托咱所有乡亲啊，老先人底下啊，就配合咱的公所吼啊，赶紧来办理迁厂。当然啦，伫89年以前啊，落葬的吼，咱公所啊，拢有一个补助。明年1月中旬，复方公墓的纳骨堂增建塔位，可望完成启用。未来北港镇公所将努力来推动新的大型纳骨堂的兴建案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